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，探索加勒比海巴哈马阿巴科岛链的神奇之处，您将发现一片迷人的天堂 Island Oasis。 这座私人岛屿展现了原始自然之美与现代奢华生活的完美融合。 Island Oasis 毗邻绿海硅礁和阿巴科大陆，仅需15分钟船程即可抵达。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私人岛屿享有周边海域和陆地的便利，距离绿海硅礁仅一英里，方便前往附近的餐馆、商店和其他日常设施。岛屿周边环绕着其他岛屿和海岸线，提供了丰富的一日游和观光活动，使潜水、浮潜和钓鱼等海洋活动变得轻松便利。步入这片5英亩的海上天堂，您将被一座全新的现代主屋所吸引。它占地7200平方英尺，拥有宽敞的开放式客厅和餐厅，以及4间装饰精美的卧室。每个房间都俯瞰着令人心醉的海景，通过巨大的玻璃窗和门，自然之美尽收眼底。而户外的露台和门廊则为您提供了尽情享受海洋景致的舒适空间，距离几步之遥便是清澈的海水和金色的沙滩。此外，岛上还设有一个私人客房，占地约2800平方米，拥有舒适的客厅和餐厅，以及3间客房和完整的厨房。海滨健身房、游泳池和冥想平台为您提供身心灵的全方位放松和恢复。 Island Oasis 的设计注重细节，时尚而精致的现代建筑与岛上的原始美景相得益彰。岛屿的水下电力电缆连接到大陆电力，辅以一个全备用发电机。私人码头拥有一个坚实的防波堤，可容纳多艘高达45英尺的船只。岛上丰富的户外活动也不容错过，从皮划艇到浮潜，每一刻都充满着探索与冒险的乐趣。 Island Oasis 拥有永久产权，为您提供稳定安全的投资选择。无论是寻找度假胜地，还是寻找独特住宅，这片岛屿都是您的理想之选。该岛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1925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